2012年5月6日，现在这里是嘉义县龙宫瀑布与雷音瀑布。前往龙宫瀑布，这里有落石，这里很危险，总搞怪刺激吗？我们往下看，下面这一个潭有黄金哦，要来挖宝藏的人来找白金哦。白金从远方而来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哦，阿娘喂，越来越刺激，掉下去会死翘翘。看看对岸，是瀑布，往回看，想来这里的人，快来找白金。
揪团来哦。